这是一台内置泵自动覆膜机，实际上我们用胶纸把这个孔全部盖住，盖住以后，然后找好在盖板盖住的地方，找好位置，刚好这条线要在这里。记号或者用胶纸粘个边也可以，然后再盖住的地方隔一个戳一个眼，上面 OC 胶盖住的地方，压着边线盖住的地方全部戳上，下面开始覆膜。首先我们插上针空压机，因为这个耗气量很小，所以我们这个迷你空压机的气量绰绰有余，气压上来了，插上电源线，想要覆膜的盖板对齐位置放好，然后启动这个开关，电源开关打开，没问题吧？非常好，一点折印都没有，这是它最大的优点。